面。好，大家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很多选择题，那你每天一定会第一个做的选择题就是，究竟我今天要不要起床呢？对，那假设平常的你看到早八子迟到了，然后你选择的是我不要起床，那我觉得你很棒，因为你认真的做自己。那假设你选择起床了，那你更棒，你对自己的生活很负责任。对，那这首歌要讲的就是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啊，就是上大学之后就一直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因为做到现在好像快要毕业了，才发现，哎，好像除了这些事情以外，没别的事情会做了。对，那就一种恍然大悟，然后警惕自己可以认真的做点认真的事情，让自己成为这个社会的栋梁。哇！太厉害了，我喜欢你的演讲。好，对，然后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《Free the Tone》，谢谢。